需要来随购？随便你。一个礼拜是两个礼拜以后的那个中秋节教师节那个礼拜，出于人道关怀，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团圆。那另外的话就是光复节那个礼拜，因为是假期，从那个礼拜放假，其他的风雨无阻，星期五班和星期六班都会在这个教室里进行。如果我们有需要用到视讯材料的时候，我们移到另外一个特殊教室去。另外的话，我们这个课程进行大概是到十二月中，也就差不多13号、14号结束。对于本土，可能有机会认识到的事实、史实。以我自己做老师，不对，我忘了说我是谁。我是房主背后的黑手，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广东话工作坊的策划人，我姓何，我是英文系的老师。我也有一点点争议性，对吧？我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年代的事情，我的争议性是90年代谈90年代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老师，这是很重要，真的是学生比老师还要重要。所以我对我来讲的话，我通常就是呕心沥血的希望学生有兴趣，然后到底能学会黑手案应该在后面久一点。所以我下面就会来介绍两个抓到一个新的东西，可能要
较认真去观察去发展。很想在这方面向
大家学习。那我本身学的是广播电视，但是不太专长，不过非常有兴趣，对影像方面。这样，谢谢。所以我们有些活动也可以跟好几岁文化部去合办，他们经费比较多的。大家好，我现在是浙大弘历十四年级的学生，我叫金慧文，慧是恩惠的惠，文是上面的下雨，下面的文章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对影像记录方面非常有兴趣，所以凡是这种跟记录有关的课程，我都会比较密切的注意。那这其实这对这个工作坊的整个情形我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是看到报纸上写，然后打电话来报名的，所以今天等于是第一次才接触到这个工作坊。我们这一个工作坊主要，因为我本身主要搞影像，蛮不错的哦，这个欢迎你们看，这个内容都不错，对台湾有非常深刻的一些观察分析。现在这个这是开会的时候发的论文集，那现在他们都稿子都在修改，我们大概有留明年春天时候帮我们出书，可能会影响层面会更多一点。
这是算是另外一种跟梁国忠你想做的事情合在一起的事情，他要注入一些新的这些事情的方式。那在这次会议里面也有尝试把它带出来。今天北京的监狱，那么先后我在监狱经过大约的时间是一共34年零7个月，自从5月31日被捕到1950年5月31日被捕到1984年12月15日回乡离监离狱回乡，那么这个狱中岁月呢是34年零7个月，所以这就是每年的这个劳役生涯。苦不苦呢？坐牢苦不苦？那这句话呢，实在难说。去年10月间，也受到日本的这个监督啊，有一家大学在横滨的这个立命馆大学，邀请本人去讲一些台湾的这个历史问题。那么，那这一位梁国忠老师呢，也跟我们同行，还有一位关晓彤。摄影方面的都他们三个人，我是请他们顺便日本的一些运动团体、日本的学运、公运各方面的这个机会看一看那么在日本待了大概10天左右，那我们就转到长崎建筑馆、政治馆见面。那么我们两个人见面呢，就变成了当天韩国媒体报道的一个高潮，电视也有了，那个报纸杂志都有了。那因为他们推出来的不免人一起上致辞的那一位韩国的长期政治官，他的牢狱呢比别人还长，他竟然坐了43年。我当了韩国的职工，大概将近20位韩国的外国系啊，还没有这个被一位这个做错了，那个做错，最后就是他也不算吵架，他在争辩。那电影就在讲拍摄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些人在小房间里争辩几个钟头的故事，那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东西不只是国产，怎么跟这部电影连起来？我感觉好像说可以稍微可以来联想一下看看。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我很快的提一下，就是说，可能作为来这边或参加这个 program， 不只是说作为脑力练习锻炼或增加一点感觉。可能来这边也可以，实际上也希望你自己能学习慢慢做。我这边我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刚才说过，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你作为一个文化民俗工作者，或者你作为一个拍纪录片，你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有做过没有？有谁想做？谢谢。那你们来这堂课干嘛？那是开玩笑，我先讲一下插腰，因为我自己看到太多了，在台湾做搞学术的或做民俗文化的，我觉得问题蛮多的。你去做一个，比如说你去一个小村里面观察他们，中原普渡好了，你会怎么做？假设，我不知道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好，你想了解在某一个村，譬如说一个客家庄，就是说北埔哈，北埔他们7月14号有那个中原普渡，你想了解，照相机，那你想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拍照。
刚拍摄当天的情况，这样子然后访问一些当地的民众啊，然后看就说一名爷在他们的心目中的一些。那一天以后，然后呢，你会怎么样？他会认识一些人啊，然后呢，然后继续跟他们当，就是当然会进入像朋友的关系啊，然后慢慢的引发这样了解。然后呢？然后呢？我是说最后当然会发表的。发表在哪里？还是用 program 来？
我不知道，哎，就是这是当然这个是我会有这样的问题，个人的这个就是看过影片以后你的感受，这个我尊重。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说，我们的做法动机不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就是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影片的限制，所以让你觉得好像是这样。其实我们只是想说，把他们的思想的过程、他们的转变，好，包括那个林玉女士所提的，包括那个徐女士所提的，就说是有一个过程。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影片的限制，不可能把每个人讲话完完全全的给你，让这个是一个限制。那我想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就是说我尊重你个人看完是这样的理解。好，这刚刚那个范先生提的，我们在处理这个很头痛。就说你要处理要全面的，怎么做在90分钟里面都照顾不了全面。那就说一个影片，你又不能就是说变成一个历史片，不能有一个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内在的有家人的一个期待这个东西，那个就是一个外省的嘛，只是它刚好讲客家话，台湾有这个讲客家话的客家，只是它不是河南人或者什么湖南人或者这样的，所以我们大概就说是有选择。有选择，包括就是我能掌握的，谁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不可能从头去摸索，从头去找寻一个案子，一个人他愿意面对镜头。放在一起讨论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不是很公平。
我举出几个例子。第一个是，除了有比较清楚的那个所谓的跟像简琦接触过面的啊，或者是说曾经就像林瑞昌啊，和林家的几个人，啊，就是说开始有这个接受到所谓当时地下党的一个组织概念的这样的一批人，这个部分人数很少。那其他更多的情况其实是因为林瑞昌的关系，一个是地缘上的关系，然后一个是当时原住民知识分子的关系，啊，这个部分呢其实有更多的人是他没有太多的那个所谓很明确的要把国民党扳倒的这种概念，啊，通常他们这一批人的概念是来自希望说换了另外一个政府，从日据时代到共产，也就是说日据时代从1930年以后，那五四事件完了以后，它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整个商业社会其实是在逐步的进步中，这种进步让很多一段期间是非常好。那到国民政府来了以后，其实是对整体民众社会的破坏。因为我在做的采访过程里面，我就曾经提过当时这批被抓的人讲过，比如说国民政府来接收那个乡公所的时候，当时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区域的大概有1/4的人口的话，老师
好像都是整个非常啊，空气很好，比较好，对不对？然后就是整个灌草很高，所以呢，整个台湾它是因为这样子。那这样子来讲呢，那是非常困难。再加上这块土地上没有水，那刚刚黄教授讲到，水呢是一个很大的关系啊。而且也在这边的时候啊，按土地公呢。加上我
父亲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所以他一直很相信要多生几个小孩，所以我们家生了六个。一个军人的小孩是我们家大概有十几年都在负债的状态当中，但我们小孩都不太清楚，因为都是母亲去沾火这件事情。小的时候我们那次我们生活的环境其实是蛮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们在那个时代的话已经开始在推广国民教育，也教育为女人来讲还算是开了一条路，所以当时的话我们孩子们都有上学，那我也去上学。在我成长的年代当中，我其实蛮清楚的知道我们家的男孩和女孩所受的待遇不太一样，可是当时你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些性别的限制。我们常常会说偏心，父母亲是偏心，是喜欢哪几个小孩子，当时并没有把这个性别的线拉起来，我们只是觉得有几个小孩子特别受到母亲的宠爱，那另外几个就比较不，我们依稀的觉得好像跟女生有关，但是没有那么清楚那么强悍的性别意识。我们知道我们有不平等的待遇是因为大家都一样可以玩，因为年龄差不多嘛，可是我们回家的时限不太一样，像我的话通常八九点钟没有到家，那个回到家以后就要一五一十的招供，要把所有的事情讲清楚，还要被拷问很久。可是像我哥哥听说过，这个重点要听。那我一个人就重点，你要听。上前来吧。
久久挥之不去，甚至形成他的人格。这个观察在我回到了台湾以后有很清楚的看到。我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刚刚解严第二年，大部分的老中如果在美国待过十一二年的话，通常都是做申请绿卡在美国待下去的。可是我当时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总是觉得我要回来的。然后一听到解严第二年，我就觉得那时候已经经过了我的佛洛伊德马克思的那个洗礼，所以那一周我就在想说，不错，这个时候就是观察台湾社会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就是在台湾社会的一个解严变迁的过程当中可以施力，而且当时我也已经开始注意到台湾的那个政局化的速度加快了很多。而且因为我对于所谓的解严的认识的话，我是认为它是台湾经济国际化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所以它不是说是政治解严，倒不如是经济的某一种想要升级的努力，想要开拓的努力。所以我就赶快回到台湾来，赶快在中央找一个位置坐下来，好再进行我对于台湾的文化跟情感观察。在台湾去国十二年以后回到台湾，是有很大的惊吓，就是我发觉我过去的世界都不存在，我所认识的房屋，我所认识的街道是都不见的，都变成了很奇怪的样子。我是台中人，我台中所熟悉的方式，我还记得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要回家的第一天，我就打电话回去跟我妈妈讲说，你到。他就是这个暗示着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为什么这个社会是又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呢？那第三种总结的第三种怎么办？所以这个怎么办呢？他透过这个是什么为什么的完整的这个总结，那么让人家自然就从这个现状的了解出啊，对于如何改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自然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客观的主观的有一个这个的根基，大概有这个这本书的这个意义呢，就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书上呢，非常的科学，非常的科学啊，这个都经过很严密的他的这个论证啊，推举啊，这一点就是这一本书的特色。讲得太长了，对不起。大概下面我请那个卡教授啊，一个补充到这。林先生就他那个时代背景啊，个人怎么接触到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过程，我想也是这样的。之前的话呢，怎么讲？
讲的，就是如果说是，就是为什么我会读马克思的话，那就是再回溯到，以前的话，大概就是说，我从小大概，就是说，基本上，比如说我的父亲吧，啊，他是一个很喜欢收听这个当时叫北郭的人。那他可能是，其实他离开大陆的时候，其实年纪也带蛮小的了。但是他可能有什么这种亲戚啊，啊，是当时在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他可能是比较同意共产党那边的。那么当这个他这个家，所以他这个家庭呢，逃到台湾来的时候啊，他就是有一些家族的人留在大陆。一个家族嘛，因为政治意见不一样，有的人倾向共产党，有的人反对共产党，就跑到台湾来。跑到台湾来以后，这个，但是我想我父亲的年纪比较小，就只好跟着他的爸爸一起来到台湾。所以他从小有这么一些东西，但我想他那是比较一个那种农民式的、束缚式的那一种社会。说节省啊，啊，这个人他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但是有点蛮现实的，还是这样。另外两次算是一些影响。然后这个，就是到了大学，我大学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党外运动。那我想那个时候我也不是说完全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我读了一些书啊，就主要是我主要是读哲学了，我读哲学，我读这个经验论方面的东西，逻辑实证论方面的东西，这个东西它后面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啊，那这个的话跟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思想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我就是也知道有名牌跟王家明，反正他的著作我也没有看过啊，我主要就是比较搞哲学方面。但是就是说这种东西，你生活在一个现实里面，你就好像很快知道，就是说这个国民党这个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专制独裁的这种，这个打这个就是他也没有打的底气哈，真的就是一个欺骗的这种这样的政府。这个，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有的人好像还蛮相信他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的人，当时我是觉得这些人蛮笨的，是吧？因为你看他，对不对？我一管你头发，一管你什么东西的这种，不会自由嘛，是吧？对。但是这个党外运动也是有一些，就是我就是他们比较是说因为就比较敢讲嘛。我的话一个人他不太敢讲，然后他比较敢讲，他在街头讲啊，那我就去听啊，或者我就当然就觉得很高兴啊，这样子。他那个时候紧张的还是兴奋的，没事我就去收集一些党外的杂志，这样子。这个我那时候也没有说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在党外，就是主要是就有陈忠信啊，那时候也是也不是说很熟。但是我们刚好就是我出国前两天还就是这个美丽岛创一个酒会，在这个中泰宾馆，我有去看热闹参加，然后就被围在里面。鞠躬，哎，是，对，刚好我出国前两天的事情，然后出国以后当然就是这个整个就后来就有美丽岛事件了，所以我是那样的一个思考，但是因为这个影响，当然还有一个我。这个除了这党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夏朝杂志。夏朝杂志也比较让我就是看到另外一些东西，啊，当时台湾的一些本土的这种文学啦，或者是什么，还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不过因为我是比较从就是自由主义出来，所以。对于那一个东西呢，就是一
开始并没有做怎么样接受，但是我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比较接近这样一种想法。那当然这里面也有碰到一些人，当然也不是也没有说很受欢迎，但像这个有一个叫做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么他当时是跟那个这个人叫戴子吧，他还有王戴小王，还有刘国基，是吧？刘国基，对对对对，他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这种外围的人，会有时候在一起呢，在这边大家在那边叫一叫啊，半地半句啊，是吧？很高兴这样子，是这样子。那但是这个戴洪光跟那个刘基，我应该是没有见过，所以有这些背景，所以我出国以后呢，那我就是当然就是赶快找一些什么书籍来看，然后看到就基本上就我接触的这个情况。那我想说，《资本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典啊。那这个尤其是如果说你搞这个批判思维的话，那我觉得应该一定要经过这个资本论，到所谓的高等的工作。结果呢，因为太多人进入了高等工作这个高等工作的薪水就下降了，而那个低等工作的呢，本来薪水是很低，可是因为大部分人跑去受高等教育的，所以他的薪水反而就上升了比如说像我这是假想的例子这个他现实里他不一定成立的，但是我一说如果我们经济背后是有这样那样的一种不是人可以操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个别性有的时候不太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经济现象，所以这就给人们的一种想法，就是这个经济的现象有这个样一个规律性，那么这个社会后面是不是也有一种规律性，就开始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马克思他才要从这个，他就是从他的想法去出发这个他这个想法呢，其实也非常的很难用几句话把它讲出来但是就是说，他觉得他发现了一个社会里面不但是经济的一个规律而且他认为这个经济的一些背后的规律呢，还决定了一个社会整个的发展，甚至我们人类的历史都跟这个有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那我想我大概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没有时间的从头讲到尾。那如果有空我再来讲这个。那么当然到了今天90年代呢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出来很多不同的想法。那这些不同想法它简单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认为说这个社会的这一些现象这些东西很难用一个因素去解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现象很难去掌握它有什么样的规律，这社会非常的密集，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对我讲都讲过，我一直教他讲课教他看到我很自然他就讲，他们两夫妻看到我在那边，他们两夫妻的对话也变成了。所以你不讲啊，你那个是一个老兵的，你外人老兵。哎呀，起码你公司在讲。是啊，公司过来的语言啊，包括就像你讲嘛，跟他太太对话也用那个普通话。Thank you.
在工业区的那个医院，对，所以完全是没有走路的，完全是站在自己的一个主观的立场去看待这个工业区，对，所以它是论文的，但是上吊大爆，对对对，好像是宣言，宣言。那可以拿回去贴墙的。现在是整个工业建设还没盖下去，然后目前的进度是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现在还在范畴鉴定工业区。对。那我的一些比较反对理由，一个是就是从整个生态观点来看的话，当地本有利当中可以倒转，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那那种利益事实上是可以真的是一息致富的。那这方面这种东西，就像我们这种一般的百姓或者是一般的那种资本家，比如说一般的这种，本来是请王小佩帮我们代理，他说的，他打电话来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注意一下，因为我估计不会太快，大概至少要等到三月才会。请自己动手。对，麻烦各位意见调查表放在前面桌上。那交这个。我们以后申请钱的时候给他看看大家觉得反应多久了好吧紧张对啊那有什么关系你快了就照光了我看到你在干什么是的我能看到你